My God！下刀忘在车上了。哎，余站长，站长，怎么办？干嘛？看你们什么样子啊？担心什么？男子汉没有人在担心的啦。我们不是认识士官长吗？那就叫士官长带我去拿就好了。讲什么？戴帽子的，你有病啊！就是你，看什么看？你两个都下。聂军，看哪里呀、啊？看哪里呀、啊？你刚说什么？爷弟，我说。大声一点！我说，我认识你们长官王胜男。大声！待会我要叫他带我去 check in， 顺便看一下这四周的环境。再请他带我去领行李，报告完毕。等下，起立。等下，起立。等下，起立，起立。预备，快呀！动作！蹲着啊！起来，丫头，哟，你到树荫下休息，林兵帮忙。报告是。看旗帜，面对我成两个班，按身高高矮顺序入列，抬头为准，要右看，进，我退，退起来，快，小心，退。
看旗帜，抬头为准，向右看，日，向前看，扫视，看。 站好！扫视！司令部，干部扫视，你们听清楚，这里是空训中心，不是青训中心，在这里。 只有是，不是，没有理由。你们来到这边，我就是要把你们训练成中华民国最强悍的军人。在新训中心，讲的是个人战绩，在这里，讲的是战术，是小组和小组之间的配合，团结一致，不分你我。如果有一个人做错，就会影响所有的行动。 无论是谁做错，我要你们以最严谨的态度来修正自己，不要再犯相同的错误。如果你们不能同心齐力在这边受训，我劝你们赶快去退训，不要丢空训中心的脸，不要丢国军的脸。 更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钱。完毕。扫视。谢司官长。扫视。谢司官长。 请扫视。我看你们啊，从原单位来的时候，要么就是太匆忙了，要么就是太兴奋了，连行李都有人没有带，身边没有黄埔大背包的，给我举手。好啊，就是你们几个，手放下。你们落在路上的黄埔大背包。 班长已经找人帮你们收集起来了，你们拿交互蹲跳给我换，交互蹲跳预备，一二，五十下，开始，一二三四五，边动作边听到班长这边，在这个单位，交互蹲跳就是腿力训练，它不是体罚，是一种训练，要领很简单。 个屁啊！下车！开旗子，抬动！乘上个班，很多队想要靠近。向前看，听口令，向右转。行军时右转弯，不准。 一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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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发布。一。
我们要把这个地方给他们，让他们满足意。前方第一个路口看到没？有。我命令你们，克制。 手边的请示，有。腿力训练预备，一、二。目标请示，开始动作，动作快一点。